哎呦我的妈！哟，英子，哎呀妈，好长时间没看着你了，挺好的呗？哎，我刚才给那个就是那个十字街头拐角那块有一个小车卖的音像，什么就是他说的打折的可便宜了。你不也愿意学做菜吗？我买3-4本呢，可好了。原来你说那店里卖16块钱一张是不？现在10块钱3张，可便宜了。不行你去看看去呗。成了出你还不爱去，不去拉倒，我个人回大学去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老公可爱吃那个我那个做的菜了，我那老得换着花样做嘛。我看这个是做菜的，好像能差不多少。我看看啊、哦，学学做菜。接下来这道菜叫糖醋排骨，刚才已经说了如何备料，那么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做糖醋排骨。教备料了吗？教了吗？我也觉得像没听着备料似的，我就拿个本儿的功夫，他说备料备完了，我看看。接下来这道菜叫糖醋排骨，刚才已经说了如何备料，那么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做糖醋排骨。妈呀，这啥底子，连个头都没有呢。首先开火，倒入油，油的温度大约在50热左右，让我感受一下，可以了。然后把排骨倒入锅中，然后把配菜放入锅中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炸至1分钟。好，让我看一下时间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加花椒、番茄酱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然后加少许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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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盐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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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，这也太过分了，这啥破碟呀？就他那么搁盐，我就把超市盐都买回来，也够，那不够啊。倒半碟这玩意儿真坑人，不能看这玩意儿，拉倒吧。做菜是做不明白了，我看是学瑜伽吧，瑜伽这差不多。哎，你别说，咱女的到这岁数，你要不练瑜伽不行。不说练瑜伽练气质还练体型吗？接下来的动作请大家跟我一起学。首先第一步，转身，双臂打开，举过头顶，上身屈臂向前，向下弯曲，双手放在小腿的外侧，注意放松，吸气。这口气儿光吸进去，啥时候呼出来呀？哎，这得挺多长时间呢？哎呀妈，他咋那么能撅呢？我有点挺不住了。哎妈，他咋还不起来呢？我不行，我迷糊了。哎呀我的妈，这挺时间太长了。啥破玩意？他是不是又卡碟了你呀？哎，
哎呀妈呀！太憋气了，这老赵这么整的话，像他那么嘚瑟，一会儿肠子给我甩出去，我都四十来岁的人了，这给我气的。图片没好货呀，这盗版碟不行啊！哎呀妈，刚才这把我累够了呛，你说还嘚瑟上了。别气，这是那歌碟，但愿这个歌的碟能好点，听听音乐放松放松。啊，用学着完没累的，没咋地，给我累的上不来气儿了。哎呀，容易吗我呀？想省这点钱没省下。开！日出时候，晚上阳光照耀你我。雪花飘飘，雪花飘飘，雪花飘飘，雪花飘飘。哎，你在这飘吧，我走了。别飘了，演完了。电视没关呢，电视不关了。